教练大推荐，练曲线靠这位。教练只没有叫我吃黑豆，其他都吃啊。为什么要吃黑豆？教练都有讲过前面三个，就是没有讲过第四个。我的教练也是跟我讲说要。你没有教练，要我一个没教练。很多人都输阵，我也有教练。今天晚上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